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双曲线的两渐近线是这两个了，而且这个双曲线通过二负一，那么这个双曲线呢为和了，那我可以假设这个双曲线是 3x 减 2y 乘以 3x 加上 2y，等于如果等于零的话，就是这两个，这个等于零，这个等于零，渐近线嘛。那我令它等于 L，就是某一个双曲线嘛。那这个双曲线又通过这一点，所以我把这一点拿进来，我要满足这个方程式。二三得六，减掉二乘以负一嘛，就是负得正，就加二嘛。乘以多少？六，然后呢就减二嘛，这个等于 L 了。所以 L 等于多少？这个是八嘛。这是四嘛，四八32，所以这个等于32。所以呢，这个双曲线是 3x 减 2y 乘以多少呢？ 3x 加 2y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32。如果它有要求你把它画成标准式的话，你就把它展开来，就 9x 平方嘛。减掉 4y 平方等于32，然后把它除过去，除过去以后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那个双曲线的标准式了。不过写这样就可以了，你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所以答案是这个。